想不到，是打不到问题，只要到那边就卡，就手爪，手爪怎么打？那如果说它是瓶子或者是可乐的，它还是会构成，反正我知道你到了某些状况，我就可能会赚的。先屁股看看。好，现在被某个东西挡住了，看直上直下有没有东西挡住。因为已经很久没看到类似这种台面，玩玩看。哎，其实目标是这个，因为像这种有快点的，有斜坡又有。出来，突破！刚好是转爪丢出来的。那个乐视后面那个。你说那个什么充电线，这种呢？这很多东西。对。没有中，真的、啊？那还什么可以打？我觉得直上直下应该会出才对。嗯、啊，他转爪，还是我应该？吃包乐事也不简单哦，所以他前面不好打，是旁边比较好打的。你看这斜坡是空的，那前面是直的。对，可能前面很难打。很难打，那有破了，他居然没有哎、欸！而且我跟你夹的算薄了吧？对，那还要玩吗？那不然就玩看看。你说哪一个？后面的吗？试玩几个啊？嗯。别戳后面哦，有机会。哦，有机会。照来讲，他等一下我夹起来，他应该会。对，你应该就要出货。但是等一下，我们先讲好，我们是要夹前面的，还是夹着前面两个？因为我前面两个夹起来，后面一定会倒下来。好，你就中越多越好。好。没有啊，我们是要夹前面的，还是夹着前面两个？因为我前面两个夹起来，后面一定会倒下来。我会夹，真的哎，我操！我眼睛有问题耶。没关系，你老花了。它会转爪。哦，如何呢？转圈掉出来。好，包乐视很碍事哦，你能不能放平呢？你不想让它出吗？其实我很希望他赶快出哎，这样子又有一个饼干。我可以保存一点，可以。很冷哎，很冷哎，要吃个东西呀。哦，你的洞口被摆得好像金字塔。掏腰嘞，这怎么处理？而且它后面是支架，它后面有个支架，打前面不行吗？我现在下不了爪哎，交给你看。对啊，抓前面这一盒。出货啦！但你好衰哦、喔，卡在西架了。这样子是什么状况啊？好像要出了呢，两盒要出了。而且刚才还是有夹到边边角角哦。现在不知道了。现在不知道了，现在。下压有救吗？有没有看到？你是死在西架。对，是死在西架，而且它再深一点，有可能会丢到后面去。啊，不行，它有线长的问题。哦，你要把它夹紧了，很麻烦哦，因为现在两个对卡了。应该早就应该算出货了。现在卡住了，你看，然后现场导致我那个它没有到那个底，我拉不到底啊。借我一下。所以有时候现场很讨人厌。没有啊，他自己收爪。对啊，他就现场啊，他到那里他就收。他有现场。你有带自拍棒吗？我没有带。这样会怎么打？没办法，现场啊。而且按下掌。你可以用这个把它拉一拉。拿得到吗？里面好的东西吧，把它先拿起来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系。先把动物字，我要联络台主，还这样写，全部字都不见了。我不是卡洞了，我是现场打不到。是卡洞啊，没错啊，它真的算卡洞吗？没接，跟后面写的不一样。对啊，没有接。您所拨的电话无人回应。哎，堂主，你要联系到那第30号的台主吗？那个小丸子这边，他那边有一台我打到洞口，然后他现场卡住了，就是我想要夹后面，但是他夹不到了。他第30号那一台，我看你编号是30，我东西在洞口上翻，可是他支架卡在那个筷子上，他没有办法夹到下面的。因为我刚刚有打电话过去，他都没有接。他都没有接。对啊，我打2通了。
他说他现在过来看一下，打不到，是打不到问题，他只要到那边就卡，就手爪，手爪怎么打？对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很无奈，无奈啊，现场就遇到这个状况，用夹娃娃机法律问题嘛，遇到现场会怎么办呢？不是，这这样就有问题了啊，他不能用筷子啊。我们先想一想哦，假设我直接把它投到保660，夹不出来，这代表什么问题？诈欺，不当得利。就某种程度而言，可能不会有诈欺，但是呢，这很难讲。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有不当得利？问题是在于说，他其他东西其实可以达到，但是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你就可能遇到我这个状况。那如果说他是明知或者是可得而知的，他还是会构成，反正我知道你到了某些状况，我就可能会赚，代表你可能讲不到，所以这很难证明。而且啊，我觉得因为这种生活事实状态，很多检察官、法官都不了解这样子。你刚才讲现场，他搞不好什么叫现场，他都不知道这样子。但是就我评价上啊，你看他可以调得那么准，所以其实可能会有些问题。嗨。哎，但调那样子现场不够啦。我也不能讲什么，我只能跟他讲而已啊，他就给你了，因为我跟他很好啊。直接拿到。直接场子拿给我。直接场子。好好笑哦。对啊。就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啊，那场子我明天只能说限制他们，就是说全包要问。再来就是说那个我这里就是不能做那个飞机杯跟跳伞，其他都 OK 啊，只能这样子。我们也不能管太多啊，管太多其实都也没好处。好，谢谢你场主，谢谢。他其实想夹那个呢，鬼灭，他说他已经花了很多钱这一盒啊，可是我看他都直上直下，没办法，我也可能会打到宝。我觉得那盒可能有点难。对啊，他有时候会丢，像那个打。哎，老公，你帮他打打看。我打打看。对啊，你再加看。对啊，有一个上翼被打走了，我看那个外老也来打。这不好打。真的要有技术。对啊，我记得他不好打。因为他这个玩具都是日本的、啊，还是中国制的。他能买，我是1000多了。这样不服哎、欸，老公，你那你打那一盒小小的。我每天都打200-300啊。然后你打200-300，然后有中吗？没有中啊。我刚刚有插到那个盒。是盒子里面哦、喔。对啊，没有擦。我看其实都是直上直下。这个已经被打了很烂了。现在想拼这一盒还是这一盒？这一盒，这一盒机会哦。哦。哦，这样。可是我跟你讲哦、喔，他其实前面放的很有特色哦、喔，他前面故意给你放个1-2颗凸起来的，你就很容易打到前面，然后掉回去。都不满意掉了呢，都跟他拼。其实掉也很难，因为它入手就很难了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因为前面这个很难进去。哎呦，这么重，不会动，里面都是那个垫面啊。很难呢。还是你先帮我把它打到这里，让我逃得出来。因为它蛮会对的。我都直接自己关的，我可能好像是冲完。你看它对到了，对到了，它对到了。下来了，耶！耶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应该是吃饱了吧？谢谢。没有吃饱。不然的话为什么会下来？因为它卡爪。卡爪了。哦，是哦，我也在想啊。因为它其实对得很准。厉害。没有啊，运气好。我刚本来要去带小朋友去试边的。我可能要赶回去。好，那走。他就很高兴。恭喜恭喜。要帮我们频道讲一下话吗？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帮我们开启小铃铛。哎，你知道我们频道叫什么吗？我有看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可以圈粉。圈粉。你以后帮我订阅海带鲅鱼田园菜，谢谢。谢谢我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上再上去看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